没有印象，我半夜有动过手机，就是手机就好好放着。梦游的时候都想着给我打电话。早上好。现在窗帘都没拉开，很暗，准备去蒸点早饭吃。都10点多了。吃完早饭可以吃中饭了。一定要调9分钟，这个蛋才能煮成那种溏心蛋。好，那个蛋，先放一首歌。好了，我都不能讲话了。这个遮瑕好好用哦，我真的是晕了，嘿。Man, lovers are like slow sex. Lovers turn friends. All that ludicrous and you said we was gonna make another drugs get the best of us. All that down below, you need a new nose and don't you just hate it when I see when you don't leave. Love it when I bring. We love it when I tell. Dream. Oh. The fuck is going on? All these damn drugs and you ain't really in my songs. Oh. I got all the drugs. I got all the weed.用的眉笔是植村秀的旋转眉笔，它比它之前那个砍刀眉笔我觉得还要好画，因为其实我之前觉得它那个砍刀眉笔会有一点点结块，这个不会，这个真的超级好画。虽然奶要吃饭，但是我现在还是要把这口红涂上。Was a sister, my appendix spoke tongue, speaking with an accent like I really wanna fuck. Skipping out the sky, the grass ain't really green and blowing trees and no parental. Took me from the stoops and I went left and then I scooped this on my actions. I've been learning to the women that I choose. I'm black and like the moon. I hope you can hate it when you don't leave. Love it when I bring we love it when I tell dream. This is what I did. My one mic is gone. They gave me.3双筷子，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这个？这个应该很多人都不喜欢吃，但是我真的很喜欢吃这个。嗯，喂，美女，哎，嗯，那你还有一个酒酿圆子，那个酒酿圆子有没有在？也没有，只有折羹和那个米豆腐。不是，那是送的人，他给送错了，我给他打电话。对，我都忘了，我还点了酒酿圆子。干嘛？你就这么坐着吧。哎呀，嗯，你怎么？哎呀，干嘛？你要跟我玩？你玩。
集起来好不好？嗯，编辑这儿，哎呦我的天哪！都是你的毛，都是你的毛。其实今天录这个视频，我还酝酿了很久，要怎么度过这一天？其实刚好也快点到了嘛，来给你们试一下衣服，哈哈，激情试衣，激情梳毛，激情吃饭，激情阿滩。但他白天都不太喜欢睡觉，他白天都喜欢睡觉，他晚上比较活泼一点。我也是那种晚上会比较活泼一点。哦，干嘛？干嘛？睡你的觉。干嘛？你干嘛？干嘛？过来给你梳毛呀！快点。哟，啊，被人看见了是不是？你们看，我给他梳的毛，哦，我天哪！我买的裙子就先不给你们看了，我给你们看我买的衣服裤子好了。啊！然后我还买了一条这个，怎么这么短？天哪，好看，是还蛮好看的。其实我自己还有一条裤子，是那种，也是我买了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穿，买这件上衣我觉得很好看，它就是也是有点亚麻的那种感觉的，然后搭起来就不会很突兀，感觉好像又是一个购物分享的事情。商家，然后还有，我最近买了，我很喜欢这一件，这一件我很喜欢，这个可以搭我那个灰色的一条短裤，或者搭那种长裤都很好看。然后这一件也是我之前买的，还有一件这个衬衫，坚定的告诉自己不要再买黑白灰了。我这些都是还刚收到的，没有熨。对，这一件是短的一个上衣，红色的。一开始我以为它这个玫瑰也是刺绣的，没想到不是的。哼，我又买了一件这种咸菜绿的一个这种衬衫，这真的咸菜，它真的好重。奇怪，就我一开始不是孕吐吗？好，那就只能吃霜，然后中间就想吃一点咸的，有点辣的东西，然后一口我天都不吃，然后连鲜奶吃的都会吐，然后到现在就开始突然就会想吃甜的，然后喝牛奶什么的，然后哦，口味好奇怪，就是一直变一直变，还有以前那种很喜欢吃的东西，就一口都不想吃。嗯，我真的觉得怀孕当妈妈好辛苦啊，真的辛苦死你了。我去年又当伴娘的那个视频，那个 vlog 里面就是结婚的那个好朋友，她就是怀孕了，然后都已经6-7个月了。当妈妈真的好辛苦哦，我真的，她是一个很有责任感的一个女孩子，然后也就是很就是。哎呀，就是我相信她是一个好妈妈，但是我就不是，我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像我妈妈爱我一样的去爱我以后可能会生的小孩。然后我自己其实做很多事情，我就会想到我妈妈，然后我就觉得，嗯，我要为我妈妈去奋斗。然后我妈她也是特别一直就是教我，就是女孩子就是要
自己活得独立一点。而且我觉得小孩就是一个未知，很未知的一个东西，你不知道他生出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就是你不知道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我是不是跟他处不来，然后万一他的长相又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我就觉得唉，就是还有那么长的时间要相处，还不是说养宠物，就是是个人呐、啊，我就觉得我、哦、天呐，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去做，我会被这个东西牵绊到，对。然后我觉得要小孩子要花好多钱啊，我不想给他花那么多钱，我以后可能就办一个那种特别超豪华养老院。我一个人的时候就是想很多，就想得很远。我又来家里了，现在已经晚上几点了，我就点了中午吃的。你喜欢谁啊？你没看过这个阿汤，你这个肥猪。肥猪，一颗卤蛋，我的妆化成这样了。你们是不是经常不怎么看到我扎马尾？因为我这个碎毛太多了，就是我不太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真的是老老实跟你们过了一天。我眼睛红血丝真的一直也都特别多，蛮吓人的，也不能说吓人吧，就是不是特别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见喽。到楼上来了，然后现在真的还是好撑啊，我今天真的吃太多了。我就是怕我今天视频特别无聊，因为我真的特别宅，宅起来大家能做什么事情，能做两样事情，就是吃还有就是看视频啊，还蛮无趣的。我觉得我因为我八月份要出去，我朋友是特别特别瘦的那种，我第一个伴娘视频的那个好朋友，他跟我一样高，他只有80几斤，对，他特别特别瘦，很讨厌这种人。其实想去新疆玩，我想去新疆，因为我觉得那边的东西应该很好吃。我现在还在录一天的 vlog， 我是不是很棒？我还在录这个 vlog， 你要跟大家打声招呼吗？我在跟 Yukino 聊天。这里是 Yukino，What's up, man？ 阿汤今天毛被我梳秃了，可能他之前好像就是这一块皮肤有点问题。这什么岩石吗？我敷完面膜皮肤真好，我现在准备去洗个脸。我觉得我到晚上的时候是最不肿的。好了，你还是会有一个红红的东西。我在剪视频。有的时候剪视频啊，或我讲话的时候，像嗡着，感觉灵感不容易跑出去，我就喜欢这样嗡着。就是我觉得，我一直觉得我自己就是不太喜欢我自己，除了 vlog 之外的其他视频的状态，尤其是就是讲话的那些视频，我就觉得我很不放松，就是因为我其实写的会比我讲的要能够表达我自己的一些想法，大部分的人都不够很完全100%的能够接纳自己。
就是总是会觉得自己差那么一点点东西，就哪里还能够再完美一点。其实我之前一直有一段时间就是对自己很不肯定，也虽然现在也没有很肯定，但是就是会觉得我是不是应该要去这么做。但其实到底怎么做你自己心里是知道的，只是你觉得可能这样子做大家会更喜欢。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子，不要因为别人的话去影响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的现状，然后就是去改变你想改变的那些方面。今天跟我在家待了一天就结束了，然后我们现在睡觉吧，晚安。再玩一下手机。但是他们家不会有失色的，你得自己去找失色，就属于那种很高冷的店家，你知道吗？就米白。其实说真的，我大地色的眼影盘没有哎，好像。我都是那种偏红啊、橘啊那种的颜色，珊瑚啊那种颜色。我要去买一盘大地色了，我可以带出去比较方便。我跟你说，眼影和口红永远都不会显多，感觉好押韵的是吗 ？TF 的这个眼影盘哪一个颜色啊？啊，你终于能够体会我的心情了，我很多。我感到很欣慰。哈哈哈哈！睡之前还买了一个眼影盘，我真的是，真的晚安了。